如果是我让你伤心，我跟你道歉。如果是因为我抢你的东西，要我跟你道歉，我没有办法接受，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你的东西。你让我别讲啥啊！付康案的人是我哎，我们两个在交往哎，明明是你抢走了他，没关系啦，你爱他你说嘛，我让给你嘛，我很多人爱哎，德昌这么爱我。你快看，我现在生活非常美满幸福，我要谢谢你抢走富康。很抱歉，富康从一开始喜欢的一直都是我，是你自作多情。我，哎，好啊好啊啦，拜托你，阿姐。咱拢已经结婚这尔多年啊，囡仔嘛拢遐尔大汉啊，你即摆讲这，敢有啥物意义啦？意义重大。我今天就要让你们大家看看，陈秋远戴了三十几年的假面具，他有多虚伪。好，既然要摊开，那我要让你知道，到底是谁在丢人现眼。以前我们四个人出去玩，线呢？走哪里去？虽然你一直很主动、很热情的追求富康，但他对你只是礼貌性的回应，因为富康心里面喜欢的人是我。笑死了，根本也不是当事者，各也加油添醋。富康对我根本不是礼貌性的回应，其实我们两个已经牵手。牵手也无啥，妈，你在那年代牵手的不得了，你知道不？只是没有公开而已。你居然就在背后勾引他。查某人哦，若要讲哦，路路长啦。啊，我看你两个哦，先边哦，第一恁两杯啊，再来啦，哦。进。富康，那我带你去看年轻时候的照片，还有你的当兵的。哎，对。好，那快。看你两个即马要安怎讲，拢无要紧，已经无查甫人啊啦吼。来，秦亮，啊，看是不是今仔日哦，讲做一个讲个清楚。关于这件事，富康也跟我解释过了，他牵你的手是要跨过路边的水坑。
这个哎呦喂啊！啊！这水窟啊有遐深，啊！你着行位边啊过，安尼甲行过就好啊！你干那唔啦？啊！你行位遮来，搁要用下的，啊！下袂过，搁叫人甲你砍一个，哎呦，拜托的！啊！你出头遐尼啊多啊！但是，我喜欢，你是我的菜 ，I love you。富康知道你的心思，他也没有拒绝你。你牵他的手，可以接近他。他认为这也没有代表什么意义，他只是一个男士绅士的行为，你是他的异性友人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反正现在都各自婚嫁了，老公谁喜欢谁，谁不喜欢谁都没有用。我最生气的是发生这样的误会，你现在不会开啥讲？你让我整整气了30多年呢。TVBS 新视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加油喜事。